见过养狗养猫当宠物的？你见过养螳螂的吗？养一只螳螂会什么感受？半个月前，一次在野外的树叶发现一只幼小的螳螂，当我把手伸了过去，它立马跳到我的手上，好像再次一直等待我的到来。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缘分。于是我把它带回了家，首先我喂它水喝，它竟然耍起了螳螂拳。因为只要是有移动的物体，它就会发起攻击。你要是能把下面这个字打出来，我把手机吃掉。当我把吸管放到他的嘴边，他如饥似渴地喝了起来。这时他发现有喝的没有吃的，生气的表情就像你手机里的第二个表情包。于是我开始给螳螂寻找食物。夏天雨水较多，我发现一个桶里堆积了一些积水，而里面有很多蚊子的幼虫，这不就是螳螂最爱吃的吗？于是我把它们装进一个瓶子里打包回家。临走之前，我把桶里的水倒掉，我怕那些幼虫长大之后找我报复。回到家，我发现螳螂已经等候多时，看见我带回的小虫子，它迫不及待地动起它的小手，看它多次没有扑捉到，真的替它着急。回头一想，它毕竟还小没有经验，于是它把爪子放到嘴边舔了舔，然后又改变了一下战略技术，这次终于成功捕捉到。经过反复练习，它的捕捉技术得心应手。随后我把蚊子的幼虫放在我的手指上，小螳螂死死盯着幼虫不敢出手。这次它会成功捕捉到吗？我们下集分享。